友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字是罕，国语注音喝俺罕三声罕，罕三声罕，属罔部共七画。罕字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，小篆写成这样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罕，罔也，从罔，干生。”当中的“罔”是罔的古文。段玉裁著的《说文》说：“罕之志，盖似敝而长柄。”其中的“敝”是捕鸟器的意思，而“罕”就是长柄的捕鸟网。罕字隶书孙叔敖碑变形做这样的字形，而楷书呢呈小篆定形做这样的字体。六书归类为形声字，词性是名词。罕字除了做鸟网解释之外，还可以解释为稀少。论语子罕篇中说：“子罕言厉，与命与人。”当中的罕言就是很少谈论的意思，其他如罕见、罕有的罕都是少的意思。罕字还可以当惊奇讲，玉篇中解释罔部，罕惊奇也。而史记周本纪说：“及其百夫贺罕奇以先驱。”罕奇就是惊奇的意思。另外罕字也可以当作我们的姓氏之一。在字形上，罕字为从罔，变形做这样的形体，不是从穴，所以不可以讹变成这样的罕字。在字音上，闽南语的赏声字读成下降调，和国语的去声字调相近。闽南语稀罕这个词，国语要读成稀罕，不能够受闽南语的影响而读成西汉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每日一字，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